Isn't it so great? We're here in the USA, but we still can have hot pot. That's so great. We're in USA, you have Chinese wife. Yeah. 早上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孩子一早上吃完早餐，才吃了几个饺子，然后就这样穿着秋衣秋裤，就戴着帽子、围巾，拿着靴子也穿了。你把头手脚捂得那么严，你这肚子不动吗？腿不动吗？要出去打雪仗。 Ada， 这孩子不可以冷，零下十六度呢，不可以。这傻孩子冷去穿衣服，外面一会儿出太阳了，好安静啊，也没个人出来。我们等会儿穿衣服出去玩。我穿了两件羽绒服，穿个衣服的功夫，那孩子已经跑外面去了。我想想出去了，昨天一不留神 一会儿没有看住他，他就整个人躺在雪地里，然后在那里打滚儿。出太阳了，但是今天有零下十六度，比昨天还冷。不冷吗？你不觉得冻腿吗？你帽子也不戴。那俩孩子你看都哈热气出来了，揍你们。你弄了什么爱心啊？越南的。Angela 弄的爱心。越南的。不弄，我有点冷了，冻脸然后冻腿。你看那孩子又躺在那里去了。你转个身，这孩子舒服吗？舒服。我一转过身，然后看他屁撅着屁股在这里往这一坐，赶紧起来，快点！啥？起不来了。这孩子，那是谁的印子呀？那是谁的小印子？这里还有两只小手。我的。我给你屁股拍一拍，全是血，看看。转过来，这边，腿上的，看看。哎，啥？什么东西？加关注，点赞加关注，这是 Angela 做的，点赞加关注。好，三二一。还做不了雪人。粉的堆不住。今天做不了雪人。雪仗可以。Ada 快快快，你来弄妈妈，我来帮你打这个。Ada 我们是一队的，对不对？我们是一个团队的。策反了。哦，怎么了？我看一下。快点加油啊！快点，快点，快点。嗯。帮忙下去。你看你看那个角落里，那个角落里面全是雪。这里啊，到这里了。拿你的推土机过来。你拿起来呀，还这样子，累不累？坑坑哧哧的。好，放那里。哎，你看全是雪。你看着我，给你拍张照。摆摊卖雪吗？对呀、啊，我要摆摊。快递来了，有我们家的快递。哎，带你去拿快递去。你要说什么？要说啥？你要说啥 ？Thank you。我看一下。放在这里。看一下是谁的？这是妈妈的。妈妈的活又来了，给这俩孩子找一堆雪，能玩一上午。你说人家会不会说我们三个人傻？不会呀，整个小区找不到其他人在外面了，就我们三个在。不就这样子吗？对呀、啊，这才是童年，是不是啊？好想开车出去，找个山坡滑滑雪，滑滑冰。河里面应该结冰了，或者是那些水塘里面，但是杰森一再安排
今天不能出门。你要吃甜品吗？你要吃糕吗？吃雪花糕是吗？嗯，好，好的，要一小块就够了，尝尝味儿先。给你，你这是雪花粉。好可惜，不能做成雪球。因为这是气温太低的原因，而且本身下的都不大，都不是雪花，都是粉儿。哎，那你把你身上的雪拍一拍再进去，腿上。哎呀，这帽兜里都是，帽兜里都是雪，看看，腿上结冰了不？又往上爬，你前院玩完玩后院，哎，真的好开心呢、啊。小心肚子呀，哎，裤子都掉了。加油加油加油，不要坐，不要坐那裤子，这孩子有杰森看到，杰森肯定老早就制止他了。他裤子全是血，那是树根在那里。艾伦，你快变成个雪孩了！一、二、三，走你！哦，坐。好，这一下让你弄干净了。站那里别动，我给你身上扫一扫。站好啊，站好，站好。那我给你打，我使劲打。咻咻咻！都变成一个冰库了，是不是？哎呀，在外面玩玩雪，然后还知道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撕，然后要吃个布丁。这大不大？大，你跟头发戴头发戴帽子都戴翘了。立体飞车。要啊，看这个。吃完了，弄得满地都是，然后自己拿吸尘器来吸一吸。插进去了吗？插进去。下雪天当然是要吃火锅了。明天早上因为气温太低了嘛，还是零下十五度，学校发通知过来说可以迟两个小时去上学，所以9:15到学校，舒服吧？可以睡个懒觉。哇，杰森回来了。What's that?For you? Slippers. For you? For you, Angel. Hey. Thank you. 好了，我们的看看，这里是我们的麻辣锅，这边给 Aiden 煮的清汤锅，这是我的粉丝，这是我的粉条也弄好了，烫好了。这个麒麟臂都搅出来了，加油！哎呀！好丰盛是吧？好开心是吧？哎，那时候我们开饭了，我们开饭了，还有我们饭了。How's the meat？ 好。那样，这个牛肉煮完了之后还是切的不够薄。That's awesome. Isn't it so great? We're here in the USA, but we still can have hot pot. That's so great. We're in USA. You have Chinese wife. Yeah. It's hot.Angela 也吃不了了， Angela 去吃那个清汤锅的了。这个辣椒跟火鸡面的一样辣。哎，我可以吃你的肉吗？可以。这个肉是凉的。我说不可以。当然可以，你等会儿吃不完，你就吃不了冰激凌。所以你一定是需要姐姐帮忙的。我不需要姐姐帮忙。嗯，妈妈说的太有道理。妈妈是个 hero。谢谢。What did you do today? I played snow. And I played snow fight. Woohoo! For Angela, mommy, me. Who won? Me. You're the winner. 明明是我赢，好不好？ What did you do today, Angela? I go to SOK and Angela draw the picture. 那你拿一下你的画，等会儿吃完饭。还没画完，还没画完，太累了。老师不让我们有空白的颜色，所以我必须得把它加得很深很深，不能太浅。嗯，咪咪咪咪咪。
你来，你来一个。咪咪咪咪咪咪咪。Angela's right. 咪咪咪咪。Oh. Angela's right. I'm right because I'm doing what I wanted to d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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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They do that before they sing. They warm up their voice. But it's slow and long. Okay. I have to finish so many things. 今天有个好的点子。现在六点对不对？嗯。我们让锅继续开着。然后我们，当我们吃饱的时候，我们就缓一缓，然后出去跑两圈。不用不用，那太那个了。然后，等我们觉得饿时，我们再吃。对呀、啊，火锅就是这样。你咋了？我看火锅，绝料、嗯，火锅没有里面。玉米等会儿煮，那里面是辣的，要不再妈妈再烧水给你煮啊。